朋友，医生到七个多月的时候还说她是女生，结果生下来，哎，直接就是男生，真的，所以男生你就找他，对，要给他揪了，见，我们全院见，万一生出来，他把他培养成那个格斗家，哎，有人会不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看到他生产的过程。有啊，但是前提是要让他知道啊。哦，你觉得他小孩出生的那一天，他是先抱小孩是抱你？他应该先抱小孩吧。抱我。哥，如果是女生，对你很开心。对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现在要分家。他这样，那你会去看吗？会去。会去。你老婆预产期什么时候？一月中。他会不会当天看一个太太，然后直接找我？我刚在里面的时候，我问韩真，他说他希望是女生。那你原本希望什么？其实我都可以，我觉得小男生也蛮可爱的。万一生出来，他把他培养成那个格斗家，哎，我朋友医生到七个多月的时候还说他是女生，结果生下来，哎，直接就是男生，真的，这个大概一千万个就有一个而已。男生你就找他，对，要给他揪了，听见？我们全院见。你老婆了？他已经先进去了。你还待在这里？你要赶快上去啊！这么快，我今天背着什么东西？是格斗训练衣。真的哎，在干嘛？喘不过气的时候就吸一下哦，气又来了。我觉得你现在你老婆比较生气，因为我们还在这边鬼混。你还行。他如果生了，你敢陪他进去吗？其实看到血我也是会哭，但是还是要。就是我刚刚问他一个问题是，生产的时候进去手术房里面呢、啊？我是没问过他，但我觉得他敢。